继续啊，继续。那么这个刘荣阳啊，我们的刘神医，嘿嘿，上一场赢了之后呢，这一轮就继续做累了啊。面对的是志气啊，这位棋友叫志气，是九杠一的一个高手啊，九杠一的一个高手啊。那么我们来拭目以待。双方走了一个走马盘河。啊，黑方呢是起了一个横车，红方走出炮八进四啊。这个炮八进四这手棋呢比较小众啊，比较小众啊。黑方是车一平四，这是一个弃空头的下法啊。这里大家就又要进行一下思考了啊，为什么黑方敢弃这个空头？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对，棋形走坏了啊，棋形走坏了。我对这一变化，这个走马盘河，这个时候走了一个兵五进一。哎呀，这个棋感觉差点意思啊，差点意思。这个兵五进一呢，跟炮八进四这两手棋啊，有点矛盾啊！按理说炮八进四呢是准备打空头的，那这个时候呢又冲中兵啊，又变成了一个盘头马的架势。那么到底是想盘头马还是想打空头呢？这个啊稍微有点矛盾啊。这个而且这个八路炮放上去之后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非主流的盘头马了。大家知道盘头马一般这个有两个炮对吧？这个一个炮发出去之后呢，另外一个炮再往中间放啊。哎，所以这个稍微有点问题啊，稍微有点问题。不过反正，先看看吧，先看看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吧。黑方先补了一手士在哪试看啊？咱们这个直播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课程啊。我们这个课程，我这一部分呢，主要还是教大家这个做形势判断，教大家审局啊。这个审完局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战略的一个部署啊。对，所以呢，我们正好也是在今天我们的群里面啊有个活动啊，一个 T 类的比赛，所以大家跟着我的思路呢去做形势的判断啊。现在打的话，当然也可以啊，我估计也是要打了。打完之后再把这个中兵冲过去。其实黑方刚才是可以考虑卒七进一的啊，这个卒七进一还是要冲。现在如果不冲的话，红方中间一拍啊，将来这个中卒过去呢，黑方这个卒七进一反击的手段可能就没有了。同时实施两个计划，这个不太妥啊。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两个计划可能都实施不了啊。但是黑方这步补士啊，我们也得斟酌一下。当然这步棋呢也有它的道理啊。红方现在如果说打中卒，对吧？黑方呢踩掉，红方再打啊，再打。好，现在也没冲了。现在没打，直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的话，那黑方要么就吃掉啊，要么就吃掉。吃掉也可以考虑啊，下步就直接马七进五盘出去啊。
但是这样的下法呢，大家就看到啊，这个泡八进四，就是这个泡八进四过去啊，作用就比较小了啊。啊，黑方应该是可以直接吃掉啊，看红方下一步的动作。吃，啊，吃掉，红方应该是要杀过来，直接就杀过来了，杀过来吃嘛，那没有办法，肯定这个象要飞起来啊，象肯定是要飞起来，对。好，那么现在这个形势啊就比较复杂了啊，比较复杂了。哎，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下分析啊。如果说你是红旗，你会怎么样判断这样的一个形势啊？做这样的一个形势判断就比较难了啊，需要关注的点呢比较多。首先，其实大家要判断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棋谁好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判断啊。知道了谁好，你才好接下来怎么安排，对吧？如果说形势不好了，那你可能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收兵。如果说觉得形势不错啊，并且看到了一些机会，你再考虑怎么样进取啊。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形势啊。哪里有问题，对吧？咱们看看要不要解决一下自己形势上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只有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啊，才能够把这个棋下好啊。吃。所以这个棋啊，大家认为到底是红的好还是黑的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嘿 有人认为这个炮打边兵是败招啊，这都已经上升到败招的这个高度了，哈哈。啊，这个略微有点夸张啊，略微有点夸张，啊，小班教学啊，大家可以扫描左上、右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啊，看一下啊，看一下介绍，然后呢，在这个课程下边呢有个群啊，大家可以先加群进行一下咨询啊，先咨询一下。谢谢这个陈萝卜送的啤酒。好，那么这个很多棋友啊，还是认为黑的好啊。我认为呢，这个棋确实也是黑方有利啊，黑方有利。主要原因呢是红方首先呢这个九路车啊还开不出来啊，即使是像刚才打完边兵之后车九平八能出，对吧？但是黑方是可以炮二进四啊，封上的啊，封上来之后呢，黑方现在大子其实都已经出动了啊，哎，反击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强的啊。第二点呢是黑方毕竟有一个中卒啊，这个中卒很厉害啊。那么相对来讲呢，红方目前可以进攻的点比较有限。虽然说这个车啊是七路车是压住了马啊，但是感觉还是差点儿，不如这个黑方啊。将来这个卒五进一过来，对吧？这个车呢又占住了你的这个
兵临县啊，将来什么杀兵啊，对你这个三路马、七路马啊，都有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棋呢，黑方肯定是吃。占优。吃。好，红方呢看到这一点啊，想办法，哎，通过这样的一个巧招呢，就把这个中卒打掉了。但是黑方啊，顺势可以走一个炮八平七之类的啊，两个车都开出来，把这个八路车也开出来。红方还是亏一些啊。看士卿雅趣提高中爵，士卿雅趣什么时候是用来提高中爵的了？嘿嘿，士卿雅趣主要是练杀法，主要是练杀法，还有练残局，对于中局的帮助不是特别大啊。好，果然炮八平七。推荐一个可以练中局的好办法。练中局其实办法不多啊。嘿嘿，买我的中局棋理48讲当然是不错的选择了啊。好，果然炮八平七啊。这步棋呢是个先手啊，将来有机会是可以踩中炮得子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现在黑方这个八路车啊，将来开出来啊，作用比较大啊。红方平车挡了一下，请问残局如何学习啊？哎，这个残局的话，确实啊，残局跟这个中局不太一样啊。中局可能通过多下会有帮助，但是残局呢有个问题，就是你下棋的时候不一定下得到，对吧？你可能下10盘棋，你也未必有几盘棋能下到残局，可能中局都结束了。所以残局的话，更多的还是需要看书啊、看视频啊，或者听听课，可能更好一些啊。想专门练残局的话。提升班啊，提升班呢，我会主要讲中局的部分啊，在提升班上面呢，中局主要会跟大家啊讲这个如何审局啊，如何做这个形势判断啊，因为形势判断呢，应该说是残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啊，事实上这个高手和低手之间啊。在很多具体的算法上面，比如计算力啊，包括一些啊具体的一些战术啊，差别倒不会太大啊。就像有些杀棋，这个高手看到啊，低手也能看到，但是最大的差别呢，在于对形势的判断啊。就同样一个棋啊，高手的判断呢会更加准确，而低手呢可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这样的一个偏差呢，就会直接导致这个选择的不同啊。所以高手呢更加容易选择正确的招法啊，而低手呢可能会更容易选择一些吃。不太好的一些变化。但是他在思考的时候呢，可能认为不错，但实际上真的下到那儿呢，发现已经很亏了啊。这个是下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好，那么大家看到啊，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红方，黑方这个棋呢形势还是占优的啊，一直下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更加清楚一点吧，或许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就是红方的整个阵线被压住之后啊，出动的就比较缓慢啊，红方确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找到太好的一个进攻方向，但是黑方就不一样了啊！黑方接下来的进攻方向其实非常多，比如说啊，是这个车四平三压马，对吧？将来在马三进四，直接就奔卧槽了啊，这个很厉害。或者呢，车四平七压马啊，也很厉害啊，甚至啊，走一个炮二平三也不错，对不对？炮二平三把这个马压住啊，又牵制住你的底象，红方这个子儿呢都不太能出来，所以现在啊，红方还是非常的吃亏啊，非常吃亏。这盘棋，虽然不能说凶多吉少吧，但是肯定黑方的机会更大一些。红挺七兵也谈不上是看漏了啊，他可能就是想让黑方的这个马回去啊，试图呢缓解一下压力。而此时呢，红方这个八路车啊，还是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令狐啊，令狐晚上好。吉影中兵黑方马三退伍的变化，我是有讲的啊，在最后几讲其实着重讲了这个马三退伍的变化，这个变化非常的复杂，而且我也结合了当前，应该说是最顶尖的一个几路变化吧，最新的几路变化，跟大家做了一个交流。红方这个骑兵送完之后呢，想争取的就是这步马七进八啊。但是这步马七进八冲出去呢，能够产生多大的效益啊？不好说啊，很难讲。当然，这个不管怎么样啊，冲出去啊，也比在家里好啊。至少呢，能够给对方形成一些威胁啊。比如现在就有马踩中象的棋了啊，你也不能说它就一点用没有，是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形势就复杂了啊，形势就复杂了。黑方现在面临一些比较关键的选择啊，看看能够选择的怎么样啊，处理的怎么样，这里就比较复杂了啊。想掌棋的话，最好是比你好一点的，好一点的，但是不用好太多啊，好太多的话，哼，这个就单方面碾压了啊，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吓得可能把你信心搞没了，稍微好一点的吧，比你好一点的，你有机会啊。但是啊，整体上呢，你还是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对，吉金中兵马三退伍的这个变化，在最后几讲啊，直接去看最后几讲就行了。好，黑方现在呢要考虑啊，怎么样防止红方马八进七啊，马七进五踩啊？有几种办法吧，车四平五啊。好，这个吕强啊，谢谢，谢谢你的支持了啊。咱们这个班呢，还是。争取啊，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啊，开中残啊，都能够有一些针对性的啊一个进步。让浦东省冠一个马，这个不可能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省冠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好，红方现在很凶啊。建议呢，
哎，大家也可以给黑方想想办法啊！红方现在眼瞅着就准备要踩象了，这个踩象踩到了，那红方当然是不错啊。所以黑方应该怎么应呢？考验一下大家的防守能力吧。其实刚才这个棋啊，如果我下的话，说不定会走车四平七啊，不会走车四退一，车四平七更加直接一点啊，直接就压红方的三路马了，对吧？这个可能杀起来要更厉害一些啊。黑方走了一个车四平五啊，这步棋还是不错的。让现挂一个马，这个也不太好让啊，这个都不好说的。对，总想着我们让多少啊？其实，无论是省冠还是县冠啊，都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一定要让多少，这个都不好说的啊。车八进一啊，这个时候想到把这个车先抬一下。炮二平三，我以为黑方会走炮二平七打车啊，打底象。哎，这个车八平七好像有点问题啊，车八平七会不会丢子啊？有没有丢子的风险啊？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棋啊，有没有丢子的风险？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棋啊，有没有丢子的风险？黑方现在如果炮打马的话，感觉有可能啊，这个棋有可能要丢。八杠一让一个马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不是丢象的问题啊，这个棋感觉要丢子啊，感觉要丢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哎，哦，倒不一定丢子，它有一个一车换二的，有一个一车换二啊，所以它没有选择打。这个时候再打啊。也有道理，这样的话，他就多了一个马三进四踩车的这么一个手段啊，也还不错。但是这步棋是不是？吃。哎，上马踩车啊，再打象。感觉红方有可能要粮啊，有可能要粮啊。
这边被黑方连续抢了几个先手啊，现在一打象，红方应该是只能马三进五了吧？可能啊，只能马三进五了。黑方难道还有不打象的可能吗？吃。对，肯定是打了再说啊。红方应该是要马三进五啊，如果不进的话，这个有点尴尬啊。凯翔2020啊，晚上好啊，也是好久不见了。这个棋，红方如果不走马三进五的话，也是有点尴尬。你去其他地方，黑方有可能直接拆边炮了。哎，超时了吗？感觉这个红方好像在气势上有点虚了啊。当然，这个黑方这盘棋下的也是非常的不错。超时了，最终超时了，有点僵住了，可能啊，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走什么了，忽略了这个时间的问题。好，谢谢海纳百川的啤酒啊。好，我们这个刘神医啊，这个神医的选手啊，看来大家想要把他杀下来还真是不太容易啊，难度还是比较大。开始了没有？好，我们再来看啊，看看这一盘啊，也是夜九的高手，看看能不能杀住这个刘神一啊，刘神一。黑方还是选择了横车走马盘河啊，这个双方都是正谱啊，下得很熟。吃。吃。哇，双方这个。熟得很啊，这个，嘿嘿，看来都是有过研究的。好，现在呢，红方就面临选择了啊，这个好多变化啊，数不胜数的变化，看红方选择哪一个。果然都是，高手啊，都是高手，布局也是研究的比较透彻。走了一个兵七进一，哎，这步棋好像比较少见啊。应该是有啊，但是印象不深了。嘿嘿，应该走什么呢？黑方这个时候会怎么应呢？吃。好，踩掉了啊，感觉应该是踩掉。红方兵七这手棋，兵七进一这手棋呢，应该不是啊几个主流变化当中的，所以感觉上会有点问题。啊，果然啊，这个黑方这几步应该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啊，这样的一个下法，红方这个兵七进一啊，价值就不是很大了啊。现在可以考虑补一个士，补士的话，黑方会走什么呢？哎，这样的话，不是要丢子吗？这样的话可以炮打卒，
上起研讨提升班是教独家秘籍的吗？哎，也可以这么理解吧，肯定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法教给大家。哎，这个棋红方打卒怎么样啊？打卒的话，黑方难道车八进四一抓？车八进四，车八进四，红方炮八进三，徐特准备的开局应该会选两个比较实用的选两个比较实用的，具体哪一个呢？可能还是要根据到时候报名的棋友他们提的一些诉求吧，吃。哎，红方这个下法感觉有点问题啊！现在把炮打了，红方不是得子了吗？这好像得子了。刚才其实可以考虑吃马吃马在车四平二捉回来比较好。现在的话，红方把炮打了这样多一个子。哎呀，感觉差点意思啊！这个走法感觉有点问题啊。总共是100个名额，吃。这个棋有可能红方是，黑方可能是准备过吧，走得这么快看来也是有所准备。从感觉上来讲是有可能把这个子儿吃回来的。红方如果车五退二，黑方可以。哎，你再抓的话，我不是可以再上吗？这个棋一定能得回一子吗？红方不一定有准备但是黑方感觉是有准备这个弃子弃的，成竹在胸的样子哼，我怎么感觉好像不一定能得回来呢？这个长距离弃子好像有点算度过于精深了。感觉有可能得回来有可能得不回来，这个还真说不好。现在还不太好计算现在黑方有几种选择。如果车八平四抓的话，红方有一个马六进四，这子儿好像还是吃不回来。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扫描右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可以看课程的详情然后还可以加到群里面进行这个咨询 好，谢谢凯翔的爱你10000年感谢好，那么这个时候确实要考验黑方能不能把这个子儿吃回来呢？初步看，我觉得想吃回来还有点难度还有点难度而且，即使你真的吃回来，也未必会便宜因为肯定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所以，黑方刚才这个卒三进一，总觉得稍微差点意思稍微差点意思。当然，现在呢还是有一些手段，比如说车二平七捉炮之类的。因为现在红方这个车暂时被牵住肯定有一些利用的手法，平车捉炮，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走法。新棋道不是书新棋道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品牌 我们有一些课程呢，
这个也在上面有放啊，它不是一本书啊，不是一本书。但是我们新奇道呢也出了一些书啊，也出了不少书啊。现在可以考虑走足三进一，看能不能吃回来啊。但是足三进一，红方，马六退七啊，强行退回来，黑方可以再冲啊。感觉上呢，还是很有机会可以吃回来的啊。可能要先把这个卒过来。但这个棋啊很复杂啊，黑方呢现在既可以考虑捉红方的中车啊，也可以考虑捉红马，也可以考虑捉红炮啊。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候呢，红方啊，黑方都可以抓，看看最终能占到多大的便宜啊。啊，对，我目前只是跟黄爱玲合出了一本。2010年个人赛的一个对局评注啊，就这一本啊，那一本是一个对局选，之后确实也没有出版什么其他的书了啊。再就是我们今年出的一些视频课程啊，未来是有考虑说出相应的这个书的。好，黑帮卒三进一啊，这个棋。这个棋黑方，对，红方是可以考虑车九平七啊，因为这个棋再继续保马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啊？会不会收不住啊？当然稳一点呢，也可以考虑直接马六退七啊，黑方再冲的话，再把这个马弃掉，相当于是用这个马换一个卒。哦，凯翔说好久没看我直播了，是吧？是啊，这段时间比较忙啊，刚刚这个联赛刚结束啊，才有空啊，跟大家做交流。好，谢谢小杜啊，谢谢小杜。回马啊，黑方如果继续冲卒的话，红方补个士啊，可能就和了。黑方现在还是抓了一下，抓了一下的话，这个炮不能给呀，是吧？这个时候也不敢，肯定也不敢回中马啊，不敢回中马，回中马这个窝心马太恐怖了，顶不住。炮弹平四，好，那么现在红方的。子力应该归位了啊，黑方唯一的进攻手段基本上就是这个七路马了，卒三进一肯定是要冲了，再不冲这个子儿就真吃不回来了。一冲的话，红方应该也不能再要这个马了，估计就补个士，黑方一冲一打和了啊，估计就是个和棋。好，谢谢小杜啊，看来也是我们浙江的棋迷啊。好，这个棋基本上就和了，换光了，换光了，双方激战成和。对，微博平时玩的少啊，玩的少啊，对，这是擂台赛啊。根据规则呢，这个擂主下河也算是守擂成功了。残局课程，应该也是48讲啊，也是48讲。但是残局课程难啊，
这个出不了啊，估计得等到10月中下旬了啊。梅县腌面。哎，这位是夜四啊，这个，嘿嘿，夜四啊，不知道真实水平是不是也是夜四啊？如果真是夜四的话，那这个差距就太大了。徐冲锋是 X 因素啊。我接下来呢，有计划把我几套课程啊。哎，出这个出书啊，大家感不感兴趣啊？像我的《终局棋理48讲》啊，还有像现在布局，正式出版啊，出成那个奇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兴趣啊？对，夜四啊，这个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夜四啊。就是这个书呢，我最近也在考虑啊，它书上的一些内容可能跟视频课程的内容还是大致相似啊，只不过在一些表述方法上肯定是有区别啊，视频跟书肯定还是不一样，但是内容可能会差不多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对这方面有没有兴趣啊？因为这个看书跟看视频啊还是不太一样啊，两种学习方式差别是比较大的。可能也会加点内容吧，但是整体的框架最多做一些修订啊，最多做一些修订。奇书啊，奇书跟视频课程呢，奇书的好处在于啊，相对来讲比较安静。像我们以前都是拿着本书，对吧？然后拿了一盘棋在那儿摆，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学习状态。那么看课程呢，课程的优势呢是方是。便，啊，是比较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啊，这个比看书方便。对，就是学的话方便，可能还是视频方便啊。但是看书的话会更加专注一点。哈，现在并没有，我只是暂时有这个想法啊。如果大家都不感兴趣的话，我可能就不出了，是吧？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跟出版社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对，看书的这个专注度还是要更好一些。哎，好，那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棋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红方应该不是夜四的选手啊。摆了一个雷公炮啊，这个是很凶的一个下法啊，雷公炮很有力，哎，没有问题。但是黑方呢，相对来讲啊，更加合棋理一点。现在两个车都出动了，红方这个跳马，黑方是可以考虑直接就杀进去的。红方现在两个车都还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所以光凭这个雷公炮呢，应该还不太致命啊，应该还是不太致命，所以黑方应该是可以从容的杀进去的啊。啊，他还是没有杀，可能顾虑红方马三进四吧。啊，其实。
应该问题不大，这个马三进四关系也不大。啊，现在跳马，跳马。也可以啊，这个其实也是黑方好啊，因为红方现在就一个雷公炮啊，这个也没别的东西了，是吧？这两个车你都没出来啊，这个光雷公炮怎么可能杀人呢？是吧？人家毕竟是双车双马双炮啊，这个全员作战。哼，这个辉哥说这个现代人懒啊，看棋书得一边儿。摆个棋盘麻烦啊，哎，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吧，确实有手机啊，有这种网络更方便了，但是方便的东西体验惯了啊，反倒那些啊像棋书啊之类的啊，就不容易沉下心来了。我那个缺失怕炮，我什么时候说缺失怕炮了啊？今年象甲的秘密武器啊，你指的是哪一个呀？你指的是哪个秘密武器？对，缺象怕炮啊，缺象怕炮，缺士还真不怎么怕炮啊。哦，隐身啊，隐身。嗯，大家对隐身可能有些在天线上面比较活跃的，可能还有点了解啊。哦，对，隐身算是我的学生吧。啊，算是我学生啊，去年我们线上课也带了一年了，所以我对他相对还算是比较了解啊。不然的话也不敢派他上场啊，是吧？隐身是从去年啊，算是我正式带的一个孩子啊。吃。跳马。啊，这样交换掉之后，还是黑方好啊，还是黑方好，这一点没有变化啊，因为红方这两个车还是慢。九幺九晚上好啊，九幺九晚上好啊。夜几算是有基础水平了啊，我觉得基本上想要。出去算是能下下的话，至少夜六夜七以上吧。这个夜六以下可能，出去行走江湖会被砍得比较惨啊。有个夜六夜七啊，至少在棋坛可能能够比划比划啊。这位刘荣阳是咱们棋理进阶群的一位高手啊，黑龙啊不是新加坡的棋友啊，新加坡的棋友。神一级选手啊，夜七虽然说也不行，但是，至少在路边摊啊，还是能走走的，是吧？街边老头也能杀几个啊。哦，凯翔这个第一次参加比赛5负1胜啊，那个时候你应该还不行。夜九一行走江湖，能走走啊，能走走啊。对，我们浙江队总体来讲，这几年一直在培养新人啊，确实一直在培养新人。嗯，现在夜七估计。街边老头也不一定能砍下来啊！挺胸晚上好啊，挺胸晚上好。
你也想被培养，我们培养的还是年轻队员啊，年轻队员，啊，年轻队员。对，夜酒的话，在路边摊肯定是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很有分量的人，晚上好啊，你这个太有分量了。929，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美好时光，晚上好。你 也想配配呀、啊？哎，这个咱们在选队员还是有一些要求的，这个各方面啊，隐身的话。很用功啊。我选材的标准，首先还是要足够努力，对吧？你这个不努力，谁教都没用啊，是吧？我的书现在还早啊，还早。我这是现在有这个想法，大家如果说还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继续跟出版社聊一聊这个事情。对，想被培养的，先从参加这个咱们新出的象棋研讨提升班开始啊，是吧？哎，先来这个尝试一下，对吧？这有点杀起来了。黑方现在直接就杀底将了，红方啊，赶紧出车。红方现在就这个九路车啊，出的太慢啊，黑方当仁不让，直接砍啊。好，红方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赶紧把这个九路车也开出来，这个是对的啊。这九路车再不开出来，那就真不行了。啊，感谢我的课程是吧？进步很大啊。其实也是你努力的原因啊，也不完全是我们的课程啊。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只要用功，对吧？只要花心思，肯定是能进步的啊。我的课程呢，顶多是帮助大家这个进步更快一点而已，但是主要还是要靠大家自己的努力啊，要有悟性，对吧？谢谢如风快乐啊！谢谢如风快乐。黑方现在这个棋，我建议可以考虑走一个炮九平六大家别看啊，这个红方一开始是亏了点儿，但是呢，现在红方两个车都出动了，一旦被红方走到车九平六啊，两个肋道全部占住。啊，大家再去回想看我讲雷公炮的这一集啊，会说到，如果红方既有雷公炮，又能够占据这个两条肋道的话，这个是很致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黑方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肋道占住啊，还是要把这个肋道占住。那么现在呢，黑方走不到车二平四是很痛苦的，所以黑方现在要打一下，打一下之后呢，再考虑车二平四。当然，现在这个棋感觉上啊，已经有点小问题了，已经有点小问题了。因为红方现在马上就有车九平六占肋的棋了，黑方这个炮九平六呢，也不是绝对先手啊，红方可以马四进六。这个棋看上去好像还有点小问题啊，红方可以马四进六。现在有点不确定，黑方能不能顶住了？黑方感觉前面这个车八进三，车杀底象，有点偏离主题啊，还是有点低估红方啊。这个两个车出来之后的一个威力。好，现在这个棋很关键啊，大家可以回到这个棋上看一看啊。红方现在如果说吃炮，黑方怎么办啊？黑方怎么办？
还真有点问题啊，大家别说，还真是有点问题。现在我不太好说这个棋啊，因为两位选手可能也在看直播，怕对双方有这个影响啊。但是总体感觉呢，黑方现在有点问题啊，可能这个车下底在吃象啊，这两步棋让红方两个车都出动了吃。啊，诶。啊，他直接踩士，踩士好像差点意思啊。刚才感觉应该吃炮啊，感觉应该吃炮。对，吃炮的话，黑方危险啊。吃。现在这个踩士差点意思啊，现在可能得不了子。红方刚才其实可以考虑吃炮啊，对，黑方吃马，红方吃马。黑方如果出将呢，可以先把这个底象吃掉。红方其实是有一个炮五平六啊，可以一将再知士的啊 他们两个棋手在啊，在我的这个棋社六个三房间啊，六个三，大家可以去我棋社看一下啊，六个三。红方现在踩了士之后呢，就得不了子了，而且现在红方好像还不能吃炮了。这一吃炮一吃将啊，一出将，红方反而丢子了。这一来一去，好像，可惜了，红方这棋有点可惜啊。不然感觉这个夜四的选手要逆袭啊。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机会了啊，没机会了。这个士，这个子儿相当于白给了。略显遗憾啊，刚才我也不好意思讲这个招儿啊，怕这个双方都在看着啊，这变成支招了是吧？这也不合适啊，尤其这种关键的时候不太好说。马踩士掉1000分，真有可能啊，现在有可能亏了500啊。刚才如果吃炮可能是正500，现在是负500啊，一来一去亏1000是有可能的。这棋好像不行了，相当于白少一个了。略微有些遗憾啊，不然的话，本来以为这个，哈哈，能看到一场逆袭。好，那么现在黑方的选择呢，就比较，哎，比较简单了，对吧？只需要换子就行了 这个叫多子求简化啊，这个时候可以尽情的想办法简化了，只要换光就可以了。红方功亏一篑，感觉啊，有点小遗憾。这个直接就输了，直接就白少一个子儿了，大势已去啊。略微有点遗憾啊。黑的可以马五进六跳进来吧，反正这里选择的比较多啊，这好像都问题不大，随便走了啊，随便走了。随便走就是了。吃。
干嘛也行啊。这个没有变化了啊，没有变化了，黑方就随便吃就行了。强硬一点可以中间摆一将啊，然吃。后杀，牵住也行，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棋就简单了。可以车4平5一将啊，然后红方补士之后再车9平3，把这个骑兵吃了，基本上就杀掉了，杀掉了。将军，车4平5一将，杀兵啊，这直吃。接就顶不住了，杀起来也是黑的快啊，红方只有车炮也是不够。红方这个车呢，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发挥作用啊，这个出车还是慢，还是慢将军，啊。啊，这个将换军，了再马六吃。进五一踢啊，基本上就绝杀了，这盘棋结束了。这个不能再走了，走不动了。这个随便杀了，随便杀了。将军，马三进二或者马三进四，这输了。吃。红方真顽强啊，嘿，将军，真心顽强。可惜无济于事啊，回天乏术。这盘棋有点可惜了啊，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盘棋。最后应该是危险了啊，危险！红方应该吃炮啊，吃炮的话有可能真的就赢了。啊，这个是我们课程群的一个擂台赛啊，擂台赛。错进错出，今天我们的刘神医啊，神医选手。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擂主位置啊，稳如泰山啊，似乎还无人可以撼动，确实厉害啊，确实厉害。要不要等下牛刀响士？吃哎，今天吃主要还是看他们表演啊。黑方的
棋下的非常的敏捷啊，基本上都不怎么想啊，非常的熟练，布局也很熟确实很厉害啊。因为这个是不是要车一平四出来啊？我感觉我们的攻擂方也是非常的低调啊，这个号称也是夜四杠三，但从这几步就可以看出来，绝对不是夜四杠三的这个水平啊，这个都是背过谱的啊，背过谱的。都是懂谱的啊，所以不可能是夜四的。夜四的基本上布局还不太了解啊，对，都是用小号啊，都是非常低调。抓啊，抓，这不抓，红方可以考虑车九进二保住，顺势把这个车抬起来啊。基本都是夜七起步啊，我觉得也是。这个夜四显然不是这样的水平啊，退一差点意思啊，被他车四进一再抓一下，这个都是后手，不如赶紧把这个车抬起来比较好啊。嗯，又抓了一下，相当于被黑方白白抢了一先啊，红方居然就忍了啊，被白白抢了一先，居然就这么忍下来了，红方这个脾气有点好啊。哼，换做一般人应该忍不了，对吧？相当于被黑方白白抢了一先棋，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红方居然也就真的忍了，好吧？这步棋可以考虑跑八进二。什么叫独领风骚啊？这个太夸张了吧？这个啊，这步棋走什么？还真是有点讲究啊。黑方虽然说是占了点便宜啊，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啊。红方接下来呢，准备马三进五之类的啊。马炮胜马势占全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肯定是能赢的。炮二进三，不想让他跳马。棋还没下，领先500分，这个。啊，这个棋迷就爱调侃啊，就爱调侃。这个宰相好像有点过分了吧？这个直接就这么杀进去了。这个好像偏早了点啊，这个踩的偏早了点，感觉不太够啊，感觉不太够，嗯，不太够，因为你想红方这个九路车都还没动呢，就直接把这个象给踩了啊，黑方很老练啊，直接换车啊，现在多子我就给你简化啊，简化完了之后你攻势就没了啊，老练的啊。刘神医果然啊，果然厉害。这个棋理也是很通啊，棋理也是很通。红方理所当然是拒绝了啊，这个不能让他如愿。但是黑方这个车退三啊，也还行，现在可以考虑退炮打车啊，退炮打车是可以的，对。这样的话，红方将来炮八平六呢也不怕啊。
你如果炮发平六一将呢，我可以炮二平四挡住你，这个也没事儿啊。那么黑方现在接下来啊，打完车之后有一个马五进六是很厉害的，这个马直接扑进来了。这个红方一马踏双象啊，结果这个攻势可能还是黑方更强，这个就尴尬了，是吧？你这个弃子之后，攻势好像还不如对方了，那这个子儿不就白弃了吗？啊，这样就亏了啊，这个棋，红方急躁了啊，急躁了。有点拖大，看来这盘棋也是没有什么机会了。不出意外，这个刘神医又要守擂成功了啊！这个刘神医太厉害了啊！啊，还退这个？那人家不是顺势马五进六，还踩着车吗？啊，这不行了，这兵败如山倒啊，这顶不住了，还是 E4 是吧？这个宰相确实是凶了点儿啊，凶了点儿。将军。这一将坏了，只能飞象了。啊，黑方这一踩象好像就结束了吧？这棋可能踩象飞掉吃车。宰相飞掉，还有点小变化啊，还有点小变化，但是应该要踩啊，应该还是要踩。吃。踩掉。感觉是顶不住了啊！将军。这输了啊，这个没有办法了。出将，将军，对，红方刚才可能还不如弃车拼一下，这样可能更难走。现在这个九路车还是没动。炮八进一或者炮八平七，只要把这个八路车亮出来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没有任何机会了。神医啊，神医果然厉害啊！神医果然厉害啊！
先把车封住，这个很稳当啊，很稳当。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了，这肯定是赢了。红方主要还是这个马踩双象有点急躁了，显然在进攻的兵力上是不够的。这棋肯定是赢了，没有什么变化了。将军，大家看到黑方的这个控盘啊，控的还是非常紧的，就把这个车死死的困住。红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完全是被碾压了。踩兵吃中象。这个棋黑方已吃。经不需要考虑什么多子求简化之类的问题了，这个车双马炮直接就可以阻杀了啊，直接就阻杀了。黑方已经顶不住了，啊，压根儿就不需要简化了，没有简化的必要啊，直接入局就完事儿了。哦，这个中间一僵，基本上僵死了吧？将军，可能都解不出来了，已经，解不出来了，输了，哎呀，厉害呀，又下一城呐。这盘棋是走了什么？这是横车吗？还是直车？
哦，年哥啊，谢谢年哥送的大炮啊，谢谢年哥。谢谢年哥的爱你一万年啊，感谢啊，感谢。好，我方的这个下法也很有意思啊。这盘棋呢，红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啊，红方两个车都出动了啊，从这一点来讲呢，还是合乎其理的。其实比前面有两盘，我觉得从这个道理上呢，好像还好一点啊。当然，这种出车的方式呢，还是存在问题啊，尤其这个车九平吃六是个漏啊。这刚说完就出问题了，这个吃骑兵直接就给吃过来了啊，这又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车出来啊，还没完事儿，对吧？还得把这个车出好了啊。现在等于是让黑方白白的三卒过来了。这就又亏了啊，又吃亏了，这个吃亏的还比较大。嗯，感觉这个我们的刘神医依然是稳如泰山啊，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哪位棋友能攻破他的擂台啊？感觉很有难度，嘿。其实刚才有一盘那个雷公炮那盘是有机会的，但是那把好像没有把握住。这个吃亏比较大了，吃。三卒一下，然后再把这个七卒换掉，黑方是稳占优势。黑方是稳占优势啊。这个棋红方想赢，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了啊，不太可能了。齐天大圣，晚上好啊。年哥，好久不见啊，年哥。这段时间应该很忙吧？马上这个中秋节了。是的，这位神医啊，水平非常的不错。其实真的下到神医呢，水平还都是非常高的。即使没有省级水平啊，至少也是市级、强市级的水平。哦，其一啊，晚上好。吃。可以考虑炮九平八，将来炮八进一打一下。谢谢大圣的大炮啊，谢谢奇一的啤酒，炮九平八果然啊，就是把红方这个车炮给解决一下，逼他表态吧，看他要不要打中兵啊？应该是不敢打，打完之后黑方直接楚底一将。哎，神医不一定啊，神医像你们眼前的这位神医就没有水分了，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神医，对吧？这个完全是纯人打上去的，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发挥啊，还是非常均衡的。大家会发现开中残也很均衡啊，没有明显的短板。从风格上面呢，也是能攻能守啊，只有这样的棋手才有可能啊打到神医。
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这个是很正常的。跟一般的大师，可能还欠一点吧。现在基本上，好一点的市级水平，应该都能冲到神一啊，应该都能冲到神一。像你们晚上一直在聊的隐身啊，隐身应该都已经快到神二了啊，应该都快到神二。其实大师特大也好啊。我觉得都不是说能不能上神一的问题啊，神一、神二、神三，只要没有软件，其实也都一直能往上走。关键呢是你到一定时候你碰到软件，这个比较麻烦啊。另一方面呢，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天天下啊。但是普遍来讲呢，上神一啊，只需要具备这个市级以上水平啊，应该就可以了，应该是有机会能上神一了。红方补士，黑方这个时候呢要考虑一下怎么样把红方的两个马看看能不能攻击一下。当然，眼下红方是占住了这个棋和一线啊，黑方这个马跳不出来啊，怎么走是一个问题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怎么开展？怎么样解决这个连环马的问题啊？有人说炮八退一啊，也可以，炮八退一啊，甚至我还考虑了一个思路，炮八进六，炮八平六，然后炮六退二，把这个马别住啊，可能也是个下法，只不过比较绕啊，比较绕，退一也可以，将来炮八平六啊，以后就有士五进六打马的棋了。啊，只要这个计划得逞了，这盘棋基本上就可以拿下来了。现在主要问题是红方没什么棋下啊，这棋十有八九也是不行了啊，也是不行了，走不动了。好，这盘棋结束，咱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到我的这个棋社啊，6个3房间去看一下。接下来我看还有几位棋友啊。下步准备十五进六了，怎么办呢？不好办。退炮，强行扛住啊，嘿嘿，也算是权宜之计。不然的话，黑方一直士啊，红方就丢子了啊，扛在这儿。好，直接战平了，集合了是吧？这棋。反正红方肯定是吃亏了，所以黑方直接就提和了。反正和了，他也是守擂完成，
有点意思啊，这个棋还是厉害。行啊，咱们这个直播呢，差不多就到这儿啊。直播差不多就到这儿，我看看那个擂台赛。还有谁？啊，可能还有两位啊。大家可以上我的骑射63啊，去看一下，好吧？咱们今天这个直播呢，就先到这儿了啊，就先到这儿。要撤了，今天这个一会儿还有点事儿，原本是准备播到9:30的啊，这已经是多播了半个小时了。好吧，大家那个上63啊，上63房间去看，还有两盘棋啊，还有两盘棋。好，咱们这个直播啊，今天就先到这儿了。好，大家晚安了，拜拜。Ahem.